结个账，点样啊？哦，稍等一下，可能还要买点什么。哦，好。请问有灵芝吗？嗯，有的。多少钱啊？我能看一看吗？您稍等啊。你还买什么？结账了都。哎，您看看。 还有什么药是对化疗病人好的？嗯，您稍等，我找找啊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千万挺住了，女儿怕你担心，不想让你知道，你呀就假装不知道，行吗？ 到家，我把汤包上，你到菜市场去买点黄鳝，天天熬夜加班，不让他吃那些垃圾食品，偏吃，让他回老家上班，非要留在这里，整天吃不好喝不好，也没有人照顾，口口声声追求理想。 追求什么理想？这下可好，命都快没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跟你生活30多年了，就你那点智商，你能瞒我多久？NHL， 我虽然不懂，你上网查。 我不就都知道了。女儿也是怕你担心，不想让你知道。今天下午啊，女儿要做化疗，今天是第一次，千万别让她看出来啊。她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，我知道她害怕。 好了，别哭，别哭，行，好，别哭了，别在这儿哭。哎，好了，行，咱们先回去，走吧。